我操，3天不见，我以为你被吃了嘞。他孵蛋孵了3天没出来，3天不吃东西，你是真厉害呀！真的，3天没出来，跟踪他呀，看你的窝在哪里。我真的以为他被吃了，因为有猫。赶紧吃饱了去孵蛋，我要跟踪一下它，不知道它啥时候去，不可能一直盯着它。这家伙，我真的以为它被吃掉了。孵蛋干劲有这么足吗？3天不出来。哎呀，你不要吃蜜蜂啊！扎到了，扎到了，扎！老乡的蜜蜂被他，鹅除草是真的好，看他都把杂草吃掉了，我这里面种的草，看这种小的都是我种的这种草，看到没有，长满了，然后他会把那个长得大的杂草给吃掉，我种的这个草是叶子很小，他们像看不见一样就不吃。还不去孵蛋，除草机，你看，这杂草都被它除了，我种的草都在。反正牙现在开始发情了，发情比较晚。反正牙的发情期真的到了。这野鸭子也开始攻击人了，它以前都不攻击人，只是攻击孔雀。还敢攻击我？攻击我？你还挺执着，还敢攻击我？还不去孵蛋？其他的鸭子不敢到这里来，它会追着其他鸭子猛的攻击。你他妈要干啥哟？你看看。现在看一下，看一个，其他鸭子一来，它就会猛攻击。现在你要去孵蛋了吗？这两个鸭子不去。别哦！我要去找你的蛋。在这边呢。是没想到会在这里。我操！我的妈呀，他有警惕性，他知道我要跟着他，他不去了。走到一半，他就回去了。不要捉我的鸭子鹅，你是真反骨。看一下，他就在这里。能看到蛋吗？他走到这里，然后看到我跟踪他，他立马就看羽毛，跟野鸭子的习性没有任何区别。11个，我说了，他会把他的蛋给盖起来，所以你根本发现不了，他就是这样的，聪明的很，这东西，让他自己孵吧。你知道我跟踪他，他立马掉头，从这个围网飞过去，往塘子里面飞。看一下，他已经回去孵蛋了，这个家伙。跟踪了他几个小时，然后终于是找到他的窝了，真的以为他挂了，哎。
它的习性真的跟柯亚鸭的习性真的跟野鸭子特别像，它们出去放风，它会把自己的蛋盖住，像什么，其他的鸭子，家鸭子就不一样，家鸭子好像不孵蛋，家鸡也不会盖住，野鸡好像也不会盖住，它们会把自己的绒毛，然后夹杂着草一起，然后你们很多人说让它自己孵。我已经有两只鸭子，三只鸭子，三只母鸭子全部在孵蛋，还有一只没找到，就昨天我给它挂定位了一个，都差不多有十几个蛋，然后它现在在用脚在翻它的蛋，看到没有？像我们孵化器的话是有自动翻蛋的，有的没有，你就要手动翻。鸭子就是它用它的脚来翻蛋，它这个东西跟鸡一样，你不让它孵，就你把它蛋拿走，它又会立马下。如果你让它孵的话，它就不会下了。这东西就这样。目前我三只母鸭子全部在孵蛋，所以没有新鲜的鸭蛋了已经。然后它可能后期自己破不了壳，可能会憋死，到时候看吧。我有时间给它造一下蛋，造一下蛋看。就是人动了的话，可能会被我家狗找到，找到说不定会把蛋叼走，那几个小狗很烦。我现在也不知道孵了多少天了，到时候要做壳的时候帮他一下，然后应该就后面可以顺利出壳，顺利出壳让他自己带。